我们看啊，它 AB 长度是7啊，那就是多少？好，我们看啊 ，AB 长度等于我把取平方好了，算了，看到多少？这个减这个是3平方的哈，加6平方，加 z 减3的平方，这个等于7。好，我两边把它平方。 那就是9加6236，45，45，再加 z 减3的平方等于7，哦，7就49，49，好，那这样 z 减3哦，平方是等于4。 它两边开平方，所以 z 减3等于正负2，也就是说 z 是等于3加减2，也就有两种可能，一种是5啦，一种是1，就是5或者是1啊。